天我、哦、等一下送你乖乖。9B12A9B8B， 对，三个胚胎。我唯一没有把握的是到底里面有几个染色体正常，因为你没有做切片，所以我们就放三个啊。哈，你的子宫真的是这个，我有把鸭嘴往上才有办法看到，这是最里面这个胚胎，胚胎在这里，三个宝宝在这里，1.67公分，大概1到2公分就是最好了。这个你把它想成台湾，这是南投。正中央哈，对，就胎里面会外孕，那跑到双管，胎外面又养分不够，不会着床，所以这个是最好的。就南投就是一台湾的哈，所以我本来跟你在二楼写一个双胞胎，哎，这里还有一块钱没有掉，不过我在乖乖上写，这是造句的，我写三个宝宝要乖乖。现在这个很夯哎，轰炸那个美国、英国 ，BBC 都在报说台湾的很奇怪，都把这个放在电脑旁边。好，这里三胞胎，好，三个宝宝乖乖，不要乱跑。好，所以你现在母子母女都团圆了哈。好，那最后我们要祝你一次成功，放3、2、1，哇，呵呵，一定要一次三胞哈。好，谢谢。